香港遊輪發展趨勢是全世界的一個係好高增長率啊！我哋亦都吸引很多不同國家的人嚟香港。而家有兩個比較明顯的趨勢啊，係一個係而家越嚟越多家庭一齊去玩遊輪啊，因為大嘅可以玩大嘅，細嘅可以玩細嘅，就一齊開心，好似一個主題公園咁啊，好合適一家大細，低低趨向係而啲亞洲坐遊輪嘅人係都係偏向後生啲，有多啲人想享受呢個比較新穎嘅假期啊！我哋嘅工作主要都係安排隻船出入境香港嘅港口，同埋去靠泊碼頭嗰個情況嘅。佢要早兩三年前咧，就已經開始訂嗰個碼頭位㗎啦。咁當佢船到之前兩日三日咧，我哋要同有關嘅政府部門咧打個招呼，就話俾你聽隻船幾點到啊？安排啲出入境嘅部門咧做個檢疫咁樣嘅。暫時以我所知，香港就未有咁嘅學科去訓練啲咁嘅人才，變咗我哋會邊學邊做啦。我哋叫做，如果係一入職咧，我哋會俾佢做啲貨選先啦，因為貨選同客選嗰個流程大致上係差唔多，所以佢會喺我哋公司嗰度訓練一年左右咧，我哋會轉去做開始俾佢接觸做客選嘅。我覺得遊輪業嚟講咧，喺成個國際層面上面咧，其實係一直都喺度有個好好嘅發展。咁而家咧，好多遊輪公司咧都開始咧去幫助佢哋嘅航線啦，同埋佢哋嗰個 office 啦，咁甚至乎佢哋嘅 focus 咧會擠咗喺亞洲區。我哋喺2014年開始已經有一啲嘅課程去俾一啲嘅款客業啦、酒店業啦、同埋旅遊業嘅同學啦，甚至乎會展業嘅同學，佢哋去開始準備，佢哋認識呢一個遊輪業。咁嚟緊我哋咧亦都會有一啲嘅新嘅一啲 top degree。咁啊，專係講翻遊輪課程。咁呢個遊輪課程嚟講咧，係全新啦，同埋亦都係會係一個非常之新嘅一個嘗試，係去英國嘅課程咁樣去搬咗嚟香港。除咗語言方面咧，其實佢哋嘅態度好緊要，因為佢哋要喺嗰個嘅心理質素點樣去應付一份工作，而呢份工作係講緊係長期都喺海外裏邊去工作嘅時候咧，我諗佢哋嘅心理質素、佢哋心理嘅評估同埋嗰個嘅點樣去面對唔同嘅國籍嘅遊客咧，咁呢樣嘢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嚟嘅。Hello William， 要請教你四個英文字先。呢四個英文字獨立嚟睇，我係識嘅，係 STCW， 但冚埋一齊咧，我知道係一啲嘅專業嘅名詞，同埋咧係有啲嘅國際機構去監管添。不如由你講下好唔好啊？咁 STCW 咧，其實係 S 就 stand for standard 咧，即係標準 ；T 係 for training 培訓，咁咧 C 係 for 法證 certification， 同埋 W 咧係 for watch keeping， 就係值班標準。簡單講句咧 ，STCW 咧就係船員嘅一啲法證嘅資歷同埋一啲值班嘅標準嚟嘅，係由國際海事組織佢哋就制定一個嘅 STCW 標準嚟管制或者嚟管理一個嘅關於船員嘅一啲嘅我哋所講嘅資歷嘅要求啦。咁啊，隨著科技嘅進步啊，或者其他嘅改變咧，最後嘅修訂咧就喺2010年。咁所以最後嘅修訂標準咧，就係我哋叫做 STCW 2010年啦。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嗰個工作嘅情況唔同。譬如舉個例，一啲普通嘅貨船咧，佢運載嘅就係貨物；但係一隻客船咧，我哋所牽涉嘅就係乘客。咁變咗喺船員嗰方面嘅資歷嘅要求咧，咁就有唔同嘅。好啦，咁啊，首先問下四位先啊，點解有志加入呢個遊輪嘅行業呢？因為本身我大學有讀 cruise line management 啦，咁所以有興趣啦，同埋我唔係好想留喺香港做嘢，跟住又想周圍去。咁我由細到大都好想行船嘅，因為我覺得同人哋講你做咩㗎，我行船嘅咯，咁係一件好有型嘅事嚟嘅。咁我之前嗰份工作咧都係做領隊嘅，成日都周圍飛去唔同世界嘅地方，同唔同人溝通啦。咁其實遊輪都係一個相類似嘅工作環境，咁變咗我想試一試另外一個模式咁樣樣啦。咁我以前就同過一啲同學咧，就去做過一啲遊輪上面嘅地勤服務啦。之後就發現咧，就遊輪呢方面就好少人喺香港呢一度去做嘅，就好想去捉緊呢個機會去發展遊輪上面嘅事務等等啦。咁啊，不如同阿 Jasmine 主力傾下偈先啦。我知你咧之前喺美國嘅遊輪公司嗰度就工作嘅，咁啊最近就回歸翻嚟香港。不如就講下你係離鄉別井去工作嘅時候，其實嗰個心態係點樣咧？
通常在遊輪上面就會工作六至九個月啦，咁所以你就會變得更加獨立啊，更加大膽啦，同時都係來自世界各地啦，咁所以你學多一種語言，譬如西班牙文啊、德文嗰啲，就會對你嗰個錄取嘅機會會比較高啲咯。咁其實除咗佢要兩文三語好好之外咧，佢係類似一個同你溝通傾偈咁嘅模式，佢同你做嗰個 interview 嘅。咁因為我覺得性格方面咧，你都可能要比較外向啲咧，活潑少少啦，即係唔會話好似你平時翻工就咁去對住個老闆見工咁坐喺度，咁會好緊張。咁所以其實輕鬆少少就 OK。咁你要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咯，因為其實未上船之前，我哋要通過呢個 STCW 嗰個課程咧，就要跳水啦，又要救火啦，同埋跳水之前我哋要做個 body check 嘅。咁如果你身體唔夠健康咧，其實你都唔好話去面試呢一步啦。你連個 course 都未上到嘅時候，點樣去 interview 咧？好多謝曬四位各位師弟妹，所有 tips 袋曬落袋未啊？現在我們訪問的就是郵輪事務有限公司行政總監 Kara， 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們公司的工作範疇先。最主要其實我們是屬於郵輪公司和申請者的一個中間的代理平台。郵輪公司有很多間，也會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啦。港澳台方面的申請者其實他們的履歷表啊，也都大家的 standard 也都不同的，所以我們要幫手去安排一個身體檢查啦、醫療報告啦，也都要聯合回衛生署和海事處去安排他們的證書和個認證方面。一個人如果他真的做一個郵輪的事業，對於他人生來說有什麼啟發，有什麼幫助呢？在郵輪上做事的時候也都會有很多不同國家的人啦，甚至乎有些同學俾翻個意見話翻俾我聽，其實佢都甚至學識咗意大利文啦、西班牙文啦。其實進修語言咧，對工作方面咧都會有好大嘅幫助嘅，甚至乎選擇嘅工作崗位會更加多。